近日，于正又一连霸占了好几天热搜。于正新剧《五福临门》的女二，从朱绪丹换成了吴宣仪。于正在直播中内涵吴宣仪人品差，明明主动找自己演女二，结果临时跑路演了别的剧的女一。 之后有知情网友爆料为朱旭丹证明，称朱旭丹也是被公司坑的，表示嘉行推荐了朱旭丹去出演于正的五福临门女二，但并未签订合同，也未告诉朱旭丹女主是谁。之后朱旭丹又去面试了其他剧组，得到了女一号的角色，又得知是位卢昱晓作配，因此拒绝出演五福临门女二，没有签订合同，又得知要给咖位远不如递卢昱晓作配，朱旭丹拒绝的合情合理。 大家都站在他这一边，怒斥于正格局小，明明没有签订合同，却多次内涵住绪丹。没想到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一月十五日，于正再次开直播，又牵连到其他女明星。在直播间，于正透露有一位演员是顶流，但是剧扑掉了，掀起网友热议。网友纷纷好奇，于正到底在内涵谁？而杨紫和迪丽热巴的呼声最为高涨。说起杨紫和迪丽热巴，双方粉丝总是有爆不完的料。 在目前公认的是，迪丽热巴的时尚资源领衔，而杨紫的作品热度更胜一筹。就这样，因为于正一句话，双方粉丝各种撕扯，互不相让，被牵连的燃起战火，于正却置身事外，还借着热度官宣了新人米金。但新人的颜值却引发网友争议。从写真来看，米金长相清秀帅气，肩膀宽厚，身形高大，外形十分出众，确实很有艺人的条件。 可令人尴尬的是，网友扒出了米金的剧照和金修图，可谓判若两人。按照于正的调性，米金应该很快便会活跃在各大剧中，于正也会不遗余力的力捧米金，将娱乐圈搅得一团糟，借机官宣自家的新人。不得不说，于正确实是老江湖，只是网友买不买账就另说了。